高到是在面对舞台的右手边。如果你要是成人组，请到4号、5号、6号车前面报名报到。车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车手再度回来我们蓝城精英酒店。我们在座的贵宾呢，都是我们今年2015暑期的每天 GT6 赛车的第一名，以及我们赛车排行榜前20强的高手们，所以真的众星云集，众星云集，每一位都很厉害哦。那我们今天下午就来挑战我们今天 GT6 的总冠军决赛了。是开始咯，加油哦，加油哦。最后一圈咯，小朋友们加油加油。是的，我们陆续6台车进入我们的第二圈的赛事，目前排位顺序由我们的5号车保持在第一，2号车、3号车在我们的第二名、第三名的位置，接续后方是我们的4号车、1号车、6号车保持在后方后半段，但是因为车距相差不多，随时有机会逆转。比赛最后1/3，倒数1/3了，加油团的声音呐喊，目前排位顺序仍然由我们变化，是仍然互有领先。哇，加油加油！整个弯道结束之后，最后直线冲刺，加油加油！我们揭晓儿童车手冠军到底是谁？准备率先冲线的是1号车，接续我们4号车完成，5号车完成。现场贵宾一样，掌声加尖叫！我们恭喜今年冠军立安，杨立安，恭喜您！